那要咋看呢？那还得是亲口尝一下。尝，来上眼。这几种瓜是桃仔最喜欢的几种，而且是他最喜欢吃的口味。听好了啊，一定要听好了。按他最喜欢的口味排名，这个排名正好是桃仔的好朋友的名字。他排他好朋友，他好朋友。哎，所以这个排名还有这个瓜到底是啥口味的，能自个儿尝。好好啊，好，咋尝呢？打开冰箱就吃啊。哦，吃不是尝。刚才我没让恁吃啊。是尝还是吃？尝不就是吃吗？唱哦，尝，我以为你让我唱，我以为你让我唱，我以为是 sing， 我是唱一唱的。OK， 那现在我要去给我的邻居送个瓜，能在我这儿渴了累了就坐就吃啊，别客气。哦，那我先去了啊，能跟这儿待着吧。哦、哎呀，甭啥卡了。谁呀、啊？啊，亮。啊，走了，下一个。吓死我！这个我只要在屋里出现就吓死了。可以，挺很可爱。得尝这些，我们先尝这个，新鲜。你这是第二名。这个是这瓜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有这里的一二三四五名。五种瓜啊，它每个瓜后面都有自己的符号，我们要通过冰箱里的瓜符号找相同的瓜，然后再从这里的五个瓜里面、嗯、我们只要吃到味道相同的瓜，我们就能判断这前五名是哪些瓜了。嗯，但是这个得出来就是桃仔朋友的名字。来，我们找一下正方形瓜，方的第五名。嗯，这居然是咸的。咸的话应该是那个瓜，我看看啊。咸瓜是什么瓜？这个鲜的瓜是什么瓜呀？哦哦，这个是人气瓜。啊，人气瓜。人气瓜加上的害的味道。第五名是人气瓜。海浪了吗？海浪有，在这儿是第三名。第三名海浪。Oh my god！ 哇、嗯！啊，这是什么味儿 ？Oh my god！ 这味道真的是难说，它不甜，反正有点怪怪，我感觉坏了的味道。Oh my god！先不管这个，我们再尝尝别的瓜。小花有第四名，第四名花花，带点酸，尝一口看，酸味的，酸吗？嗯，那这是二次元瓜，第四名二次元瓜，第一名爱心。那就正常的呗。嗯，这甜瓜呗。嗯，宠爱瓜吗？第一名宠爱瓜，新鲜。咸的吗？嗯哼，游戏瓜。嗯，这是真是刺激的味，游戏瓜。第二名游戏瓜。好的，那我知道了。海浪爆款瓜。第三名爆款瓜。哎，排名出来了。第一名爱心。宠爱瓜，第二名游戏瓜，第三名什么海浪爆款瓜，第四名花花二次元瓜，第五名方的是人气瓜。嗯，宠爱游戏爆款二次元人气、嗯、但是这个得出来就是桃仔朋友的名字，我记得他说过。那是什么名字？宠游爆二人。宠游抱二人是什么？二人抱宠游。宠游抱二人。宠啊 ，C 啊 ，Y 啊 ，B 啊，二啊，啊。宠游抱二人到底是什么？宠游抱二人 ，Cyber。